次我要录的故事呢，从来就没有在电台播讲过的。那是不是有未故呢？非也非也。这样究竟是哪一类的故事呢？就是讲降头。降头是什么呢？照事实来讲，应该就是讲狂头，又有人叫做公头。咁啊，到底系光头呢、狂头咧，抑或公头，边一个啱呢？好，现在我对你嚟讲，公头系逆音，光头咧系逆耳，啊，分得清楚啦。咁啊，本来咧系狂头术，疯狂个狂。有一种练狂头术练得不成功，它的结果就是叫做施罗平，这些是泰国的名词，即是泰国的国语的译音。这种施罗平呢，是每逢在晚上人人睡到冧嗰阵时呢，佢就出现啦，喺个天空处乱飞噶噃，紧要咯，连头就带肠一齐飞嘅，咁啊等于好似无主游魂一样。肚饿呢，佢就四周围就搵啲细路仔嗰啲屎嚟食，凡系啲屎俾施罗平食过。咁嗰个细路仔咧，个命运咧就唔系几好咁讲，佢就会起病，或者有其他唔愉快嘅遭遇，所以咧就住响山巴里边嗰啲咁嘅老人家咧，佢一定就吩咐细路仔：你哋响出边屙屎嘅时候啊，屙完屎咧，你哋执啲树枝或者系草枝。打个十字架咁样，等落嗰堆屎上面就得啦。咁咧，嗰啲施罗平就唔敢嚟食。施罗平一定要在鸡啼之前啊，差不多叫做天蒙光嘅时候咧，佢要就要走翻自己个驱壳船。若果迟咗咧，咁就会死。一个狂头术练成功的术师呢，就边个都是认不出他的特别处。施罗平呢就有一个特征了。什么特征呢？就是他的眼公仔里面就没有对方那个倒转的人像那处。成功的狂头师呢，他就可以利用施罗平就去害人，这些就是他最高的法术。每一个狂头师他就侦查到对方的姓名啊，那他就派施罗平呢就去对方的屋企处呢就叫魂了，就叫他魂魄了。咁若果对方，咦，好似听见人嗌自己个名，咁啊应一声咧，系啦，佢个灵魂啊，就俾佢就引咗去，就只俾呢个施罗平叫咗去。若果你哋听见有人嗌你，你唔好乱咁应，咁样嗰、那个施罗平咧就唔能够可以就叫咗你个魂去。世上个人，因为佢能够啊，成个人头连埋肠一齐飞出嚟，又降入对方嘅屋企里边，而换召对方嗰个灵魂，所以呢，就称咗叫做降头术啦，即系佢人头可以降落你屋企咁解，所以就叫做降头术。
讲到呢种狂头术嘅来源，根据民间嘅传说呢，系响印度佛教传嚟嘅。当唐三藏法师去印度西天拜佛求经，咁佢又攞咗经又回朝啦。咁啊，经过安澜境内一条叫通天河，咁呢条河咧，啲水就流入暹罗嗰个湄公河上游啦。咁当阵时，唐三藏啊，就俾嗰只乌龟精呢，就化到嗰只乌龟好大只噶嘛，《西游记》里面讲过啦，啊，唐三藏啊、孙悟空啊、猪八戒啊、沙僧啊，连埋只马都能够上咗嗰只乌龟嘅背脊。咁啊，嗰只乌龟咧，咁一路咁就当系好似渡船咁样，一路咁就渡到个半站中途。我哋乌龟精呢靠河啦，嗦声就未咗落河底，佢想害死唐僧，唔得，唐僧呢命大啊嘛，唔死得。佢虽然间唔死啫喎，但佢所求嘅经书呢冚唪唥就沉咗入嗰条通天河底啦。咁好在呢，佢几个徒弟啲本事未落水就捞翻起上嚟，咁啊只系咩呢？攞出一部分嘅大乘经，另外一部分小乘就沉啊，被水就流咗去暹罗，咁就俾暹罗人就献咗俾呢个暹僧王。听讲呢部沉经呢，就系现在嘅狂头神王。呢啲就系民间嘅传说系咁样。另外一种传说就是这本沉的正本呢，就留了入云南道教那些道士的手上，于是就闯了一派叫做茅山道了。茅山的法术和狂头术呢，两种都是属于叫做邪术，但手段比较高强，所以你有人讲话暹罗个狂头术呢，系中国云南嗰度传入去嘅。茅山喺笪地方嚟，系响中国江苏省欧阳县东南边一个山，原名咧就叫做欧谷山。但睇个字咧，就好似个句字喎，造句个句喎，就叫做欧谷山。咁啊，汉朝嗰个茅盈，茅盈咧系人名嚟。咁同佢两个细佬，同佢两个细佬茅女同埋茅姑，就嚟到呢处居住。咁世上个人咧就称佢哋三兄弟，一叫做三茅君。并且就称呢个山呢，就叫做茅山啦。咁啊，茅山术呢，就系呢三茅君所创造出嚟，又叫做玉女起神术。之后有人讲过，个茅山术呢系张天师五雷正法以外嘅道家另外一种支派。亦都即是南法的一种，那种圆光术、竹游科等等的这样的邪术，都是茅山的术法。茅山术呢，在民间呢就非常之流行。当有时很多中国人呢过来南洋捞了，咁就利用茅山术呢嚟抵御嗰种狂头术嘅侵害。讲咗一大堆话，你哋明白咗狂头术同茅山术个内容。现在呢
我就先讲一段茅山师傅同埋狂头师傅斗法嘅故事，俾你各位听啦。当时有一个茅山道士杨山灵，佢就喺中国就嚟咗南洋，年纪呢系50多岁到咧。咁因为佢就遵从师祖嘅誓言，所以佢咧吓成50多岁人咧都仲还系寡佬。咁啊，人人咧就称佢叫做茅山师傅啦。咁在佢住间屋隔篱咧，有一家系中国人。咁啊，呢个中国人咧就只有一个独生仔，咁啊呢个细佬哥就叫阿苏仔啦，年约大约系12岁到啦，生得肥肥白白，即系两头等得稳嘅，天真活泼，好得人哋痛锡。咁杨山灵啊，因为自己冇家眷啊，当然冇儿女啦。佢生活咧就非常之空虚同埋寂寞啦。咁佢渐渐就对于阿苏仔呢吓，对佢就非常之爱护，真系当佢好似自己嘅亲生仔一样咁痛锡啦。咁阿苏仔同埋杨山灵两个，一个就老人，一个就系后生仔，又友情。而渐渐就进到胜过亲生父子嘅关系。咁啊，苏仔个老豆老母呢，亦都非常感谢杨山灵系咁爱护自己嘅仔。弊家伙啦，阿苏仔呢流年不利噃，就遭逢到一个破身嘅大劫。所谓破身，阿苏仔系细路仔嚟啊嘛，即系童子身啦。破身咧，即是已经唔系变咗，唔系童子身啦，咁啊叫做破身。佢点样破身呢？原来啊，在同一个金榜里边，咁啊有一间无人嘅狂头师，佢名字就叫做拉士马乌伊。咁呢个马乌伊呢，佢膝下就只一个女，就叫做丽史，已经系19岁噶啦，咁啊生得就艳丽非常。呢个丽史呢好奇怪噃，佢对自己嘅同席嘅朋友，即系佢系无人啦，对于自己无籍嘅朋友呢完全冇好感，所以无人啫，即系我哋叫做马拉人，叫无人。佢反而对阿苏仔呢暗中就爱上阿苏仔噃，弊家伙啦，咁样就变咗单丝病啦。阿苏仔当阵时都唔知道爱系乜嘢嚟。但是他日日呢都去跟那个丽士一起玩，那丽士啊对阿苏仔就早已经是深深相认的啦。阿丽士呢很坦白对那个老豆拉士乌拉伊就讲出自己的心事，你要求个老豆呢同佢就达成呢件事啦。拉士马乌伊佢有两个女人反对个女呢头婚事。第一，因为对方就唔同族，阿苏仔系华族，佢自己系巫族。第二，又唔同宗教。巫人多数是回教的嘛，
华人呢唔系道教就佛教噶啦，所以佢老豆有呢两点理由呢就反对。咁啊，黎氏见得个伯爷反对，佢用死嚟威胁，咁啊拉氏马爱女就情深啦，死啦个女系要死嚟威胁自己嘅，佢唯一就变通办法。好啦，佢应承个女，同阿苏仔咧做一对七七四十九日嘅夫妻，四十九日佢噃。咁黎氏佢唔明白个老豆咩用意啊？佢以为个伯爷就应承佢噃，哇！佢个心就非常之愉快啦。点知所谓七七四十九日嘅夫妻，就是一次所使出个法术嘅效力，所以佢个姻缘尽咗咧，咁就冇噶咯。阿苏仔一失咗佢个童贞咧，咁就要死噶，所以佢就叫七七四十九日嘅夫妻。咁呢个狂头师拉士马乌伊咧，咁啊立刻就准备一齐，咁啊挑选时辰嚟到使嗰种狂头术啦。咁啊，在选定咗吉日嗰晚黑深夜，咁啊排上香案咯噃。咁啊，在灯烛辉煌中呢，就叫个女啊黎氏跪响祖师面前呢，就宣誓。佢哋都有咁嘅所谓拜师傅噶噃。咁啊，作法念咒，第一念咗三点钟来到啦。拉士马呢，就将一条女人嘅头发好长嘅，咁揾张黄色嘅符纸咧，就包住佢，咁佢又是念动咒语啦，念到将近天光嗰阵时咧，咁就叫做圆满啦，搞妥当啦。咁天光之后，拉士马就喺嗰个祖师坛前咧，就拈一件鸡蛋糕。咪叫个女就拎去咧，就俾阿苏仔食。咁阿苏仔个父母当然唔会想到其他咩嘢啦，唔会思疑咩嘢啊嘛。左邻右里，你俾嘢我食，我俾嘢你食，好平常嘅啫。咁啊，苏仔个老豆老母咧，仲对呢个黎氏讲：，点乜架事？点乜架事？即系多谢啦。咁啊，苏仔欢喜啦，有鸡蛋糕食嘅。四点钟后啫噃，哦，阿苏仔咧完全就不由自主，哈，自自然然咁，佢就一路咁就去阿黎氏屋企啦。哇，乜咁大胆喎？去到唔多止喎。仲直情入阿黎氏嗰间闺房说：喂，呢间房系女仔噶噃，吓、阿黎氏自己住噶噃。喂、入到间房啊，原来黎氏早已经知道啊，阿苏仔咧依时依刻就到嚟。呢个黎氏就唔使讲啦，早已经系准备一切。咁阿苏仔入咗房啦，佢叫阿苏仔闩翻道门先。咁两个人呢就坐张床树啦，哇，互相就微抱，你揽住我，我揽住你，你又锡下我，我又锡下你噃，啊，干柴并烈火啦。咁啊，卒之就成其好事啦。嗱、啊，就呢一日。
阿苏仔已经系失咗童贞噶咯，所以叫破身啦，已经破身了。咁啊，自从呢日起啫，日日系咁样，阿苏仔依时依后咧，佢就会去阿黎氏嗰处。哇！阿黎氏梗系欢喜非常啦，日日系咁搞噃。哎呀，阿苏仔点能够应付得嚟噶？又日日咁搞，死啦！阿苏仔日过日，日过日瘦噃。以前佢就肥肥等等噶喎，弊啦！而家望埋佢，点解完全唔同个样嘅喂？个面色咧又黄而变青，由青而变白，好似针吉都冇滴血咁样。阿苏仔个父母都唔知道咩事喎，咪以为个乖仔有病啦。问长问短，阿苏仔粒声都唔出，唔敢讲话同阿黎氏咧，搞到乌里单刀喎。咁到咗第六个七日啦，六七四廿二噶啦，仲有七日就撩噶咯噃。咁啊到咗第六个七日嘅头一日，有人就见到阿苏仔呢入呢个狂头师拉士马屋企，啲人即刻就翻去就对阿苏仔老豆老母讲啦：，哇，喂，你个仔入咗去嗰个狂头师屋企噃，哇，佢两老人家就扑崩鼻，即刻就赶去你拉士马屋企揾人啦。系啊，见到个仔响树噃。咁佢个父母唔就几大啲劝佢翻社啦，任佢点样劝，点样闹，闹唔得就打阿苏仔呢，粒声都唔出，佢唔中意翻屋企。哈，到咗呢阵时呢，阿苏仔个父母啊，冇下子啊，唯有就苦苦就哀求。那个狂头师拉士马叫拉士马呢就放他的仔回家，拉士马就合埋双眼不睬，口中还念念有词，不理不睬。阿苏仔的父母呢唯有一路喊，一路就回家就是啦，捱不到。讲起上来，所谓应该是有事发生了。杨山宁他忽然间想起阿苏仔来，啊，为什么这几天来都不见阿苏仔面的呢？那就在晏昼的时候，他就走去阿苏仔屋企，见到阿苏仔的老豆老母两个就愁容苦面。咦，不见阿苏仔啊？杨山宁就问啦，阿大嫂，阿苏仔在家不响啊？这两个老人家被杨山宁一问，他更加就悲上加悲啦，一边喊一边就将几日来的经过的情形长长细细就向杨山宁就哭诉了。杨山宁听了之后啊，想了好耐，然后好，等我嚟排一个五行卦，睇下佢吉凶就如何。于是喺个箱里面呢，就攞出个八卦龟壳同埋金钱种种嘅嘢出嚟。咁啊，眯埋双眼就念念有词，咁就合住一算，睇一个卦象，佢就好嬲啦。于是佢就话：，哼，原来系咁样，得。我知道他的法力呢，不过都是49人。
到现在呢，都可以讲呢个最后关头啦。仲有六日到呢，就够49日噶啦。如果现在唔救阿苏仔呢，都冇乜机会救噶啦。咁杨山林讲完之后呢，就梗系安慰阿苏仔个父母啦，阿大嫂。你唔使喊，你唔使忧，嗯？阿苏仔件事呢，包管在我个身上，可以搞掂佢嘅，啊！你唔使愁。咁啊，杨山娘就梗系翻自己屋企呢。第二日，杨山娘啊，自己单人匹马去揾呢、这个。狂头师拉士马，咁啊去到见到拉士马呢吓，对拉士马呢讲明自己个来意，咁杨山灵啊，当然亦都唔讲出自己系茅山师傅啦，佢只系当咩呢？当朋友，咁啊哀求呢个狂头师傅。放下苏仔翻嚟，点不知呢个拉士马呢？佢仍然都系眯埋眼，唔知念咩经，完全就唔理。杨山灵啊，见得咁样，太过冇理由啦。所以佛都有火噶嘛。好啦，我知道你个法术呢，不过只系能够维持49日。你知嘛？阿苏仔呢，我爱佢啊，等于吓系当我亲生嘢一样，我点都唔会俾佢落在你嘅手上嘅。啊！呢把个狂头师呢出声噃，佢亦都坚决咁就回答一声：我亦都决意唔放阿苏仔嘅。好啊，你想点做，你即管去做啦。咁啊，大家已经反面嘅啦噃，冇得讲噶啦。杨山灵怒气冲冲。唯有就向狂头师拉士马呢就摊牌，佢大大声话啦：好啦，既然跟你咁唔俾面嘅，我哋唯有大家见过高低啦。杨山灵翻咗屋企之后呢，好啦，闩咗房门。佢就要洗茅山噶咯噃，佢喺祖师坛前呢，就念起茅山秘咒。当阵时，佢披头散发，着起件道袍，掩着晒香烛，铃铃铃铃铃铃，揸住个铃铃喺度摇，又咚咚声咁打鼓，有把桃木剑噶，啪啪声就拍剑啦。吹奏啦，烧符啦，搭光布斗，咁啊，使个茅山嚟。哦，好嘢噃！当呢个杨山灵就作起茅山嚟之后呢，吓，呢个狂头师拉士马屋企啊，哎呀，咦？点解个心卜卜跳，
跳得好厉害呢？平常未见过，未试过咁嘅嘢噶。自己念紧咒噶嘛？点解而家好似心水不灵咁样呢？喂，佢知道弊家伙啦。那时嘛，于是就唔使讲啦，更加就所谓加重啲嚟到念咒啦。佢啲几好嘅狂怒术唔使噶，佢能够再洗心啲狂怒术，可以查出咩事过嚟。哦，俾佢查出，原来杨山灵呢作法嚟到挑战。呢种茅山术好厉害，一阵阵咁就逼过嚟，好似啲狂风暴浪咁打过嚟噃。拉士马见到咁样唔得咯，咁啊跪喺我祖师嘅坛前算呢，又是出尽自己嘅功夫作法嚟到应战。咁啊茅山同埋狂头两个呢就勾心斗角啦，咁啊展开一场茅山狂头大斗法。经过三日三夜的斗法，狂头术来势汹汹，但是所谓邪不胜正，渐渐这个狂头术呢的势力不够了，顶不上这种茅山术了。那他两个斗的什么法呢？原来那些的激偷法，激就打击的激，偷嘢嘅偷，魂魄嘅魄，佢种叫做激偷法咁讲，呢种法术。原来呢种激偷法嘅法术啊，系术法中最高深嘅看家本领嚟，同嗰啲平常用食品或者其他的用品直接或者间接令人中术那种低级的狂头相比呢，真是天渊之别啦。那拉士马他都会这种这样的术法，显然已经是登峰造极的本领了，好犀利啊！就可惜咩呢？可惜佢就系因为行为不正，咁啊而招惹咧就自己杀身之祸。咁当拉士马佢作法嗰阵时咧，佢头顶好似出现一种豪光喎。咁佢现在佢输俾人啦，咁佢头壳顶现嘅豪光呢渐渐就散啦，一路一路暗啦。在佢最高峰嘅时候呢，我头壳顶要发光咁喎。咁现在佢哋两个已经斗到第四日㗎喇喎。哇，都几犀利啦。咁拉士马呢自己知道法力呢是低人一步，如果输了之后已经不病呢都会死的，不一直一拖就拖到晚黑。拉士马那就急起上来了，就老羞成怒，使出他最后的招了，就最后的绝技呢人头负土同神，同杨凌山大家就呢位博人啦。呢种人头负土同神呢，就系佢个狂头术最后一招，最巴闭嘅嘢啦。拉士马佢就放出佢呢种最后嘅绝技
但是一小时之后啫。杨灵山啊，就听见门口有人嗌佢个名噃，杨灵山，杨灵山，杨灵山，佢一个系术法高深而有经验嘅茅山老道啊！佢听见有人嗌佢名，佢心知道呢个拉氏马呢，已经系到咗搏命嘅关头啦。佢当然唔会认啊，有得佢点样嗌都佢唔认。佢仲还加紧就念动真言。呢把又到杨灵山出最后嗰招噶啦噃，啊！拉士马就出到人头负土同神，即系连头连肠一齐飞出嚟嗰种斯罗平啦。呢种嘅法好犀利啦！咪杨山灵咧，而家就使出佢最后嗰招嘅五雷八卦掌，因为门口嗌佢啊嘛。咁佢就知道，而家都系搏命嘅时期噶啦。咁佢念一轮咒之后，好似闪电咁，啪声，双掌向同门打佢，听见滋一声，咁啊静晒冇一声。杨灵山呢种五雷八卦掌，若果冇二十年嘅修炼功夫，而且系童子身，学唔成功嘅。所以童子身嘢，嗱，杨灵山就到现在都未人做老婆啊嘛，未结过婚噃，可以讲呢个未曾近过女色，嗰啲就叫做童子身啦。如果唔系童子身咧，系练唔到呢种五雷八卦掌嘅，而且杨山灵啊，佢有成二十年嘅经验，所以佢就呢种五雷八卦掌咧相当厉害。虽然咁啫噃，杨山灵啊，将打咗啲掌之后，哎呀，跟住自己嘅左手残废咗啦，等于好似半身不遂咁样。点解会咁嘅呢？因为五雷八卦掌一使出，对方受伤、病倒或者死亡，而使出五雷八卦掌嘅人呢，身体上一定有一部分嘅残废，有时或者单一只眼，或者跛只脚，梗有一部分残废噶噃。所以茅山师傅唔系咁轻易使出五雷八卦掌，除非就真系搏命咧，咁而使啫。如果唔系咧，佢唔使出嚟嘅，因为使出嚟自己都变残废噶嘛。杨山灵，佢当然早已经知道咧，系自己梗有一部分嘅残废噶啦，所以佢就为救阿苏仔，残废啲在所不计，为救阿苏仔，所以佢就使出五雷八卦掌，咁啊使咗之后，当然系静晒啦。第二朝早一早啫，阿苏仔个父母就嚟叫门啦。呢位仲带埋阿苏仔嚟添，苏仔虽然佢面色啲仲还好难睇啊，但系神色就好清醒啦，好似以前咁活泼啦。不过睇佢好似好攰咁啦，梗系啦，成日俾阿黎氏迷住佢噃，迷到佢迷迷懵懵啊嘛。杨山灵这个导师使出五雷掌，
拉士玛的人头父土同神呢受了重伤，即是斯罗平受伤了。拉士玛的灵魂呢当时就被他的五雷八卦掌打散了，他就在神坛面前呢已经是个身化了，即是在个坛前面坐住就死了。原来这样阿苏仔啊在这个黎士个白耶即是这个狂头师傅拉士马死后呢这狂头术当然失了灵呢。阿苏仔一下当时成个人清醒返。哦那阵时知道原来就瞓响阿黎士张床书喎。又见到阿黎士呢好似喊喎。阿苏仔莫名其妙啦。好在跟住啫阿苏仔个父母呢即刻嚟到搵佢。一入到嚟哎呀发觉阿黎士个老豆呢个狂头师拉士马呢喺个大厅死咗。佢两个人啦啦声走入房拉住阿苏仔走啊走走屋企。咪佢同杨三林左邻右里啫嘛，咁啊梗经过呢个杨三林屋企噶，所以佢就即刻就打门入去揾佢。佢揾佢咩啊？佢揾佢先讲俾杨三林听话冇事啫喎，佢哋唔知道咧系杨三林使出茅山术嚟救个仔，而牺牲咗只左手。咁佢嗰两个老人家，即系阿苏仔个父母呢，就话见到拉士马呢响个厅住死咗，同埋话苏仔现在已经清醒嘅事啦，嚟讲俾杨三林听添嘛。杨三林指一指自己嘅左手，就俾佢哋睇。呢啲事干我冚唪唥就知道晒。在呢四日我同阿黎士个白爷呢大家就斗术斗法术斗得好厉害。我已经将呢个邪师呢就杀咗。而都算得为本地个人士呢係除一大害。我就因为出到五雷八卦掌打死了这个狂头师，所以我就变了只左手就残废了。如果不出到这个五雷八卦掌呢阿苏仔都没得救。阿苏仔的父母听了之后呢他即刻自动将阿苏仔呢叫阿苏仔就认咗杨三林呢就是、做义父，即系做干爹咁上下啦，就求答佢呢残废嘅左手系救阿苏仔嘅大恩。杨三林呢虽然冇结婚，但而家都变咗有后噃，佢好欢喜。咁啊，苏仔嗰条命就执翻嚟咯。咁到嗰个狂头师，嗰、那个女啊黎氏呢，睇我老豆咁样死咗去，佢知道自己个白衣都法术呢系输俾人，我知啦。想我有苏仔又唔望得到尾。只是做了49日的老夫妻，但不够49日噃，有几日才够噃，都算做了40日的夫妇啦。佢的心都叫做甘愿，系啦。咁佢唯有人撞了个老豆之后呢，就静静就离开了金邦。
就唔知去边处啦。呢段就茅山同埋狂头术嘅斗法啦。第二段呢就系斯罗平斗斯罗平啦，呢两都系种狂头术。有个叫做阿广，佢就喺唐山呢，就去到暹罗啦。咁啊，去到暹罗呢，就揾着阿荣叔，因为喺唐山呢冇乜嘢捞啦。咁啊，荣叔喺暹罗呢都有生意做嘅，咁啊写信叫阿广就过嚟帮自己手。咁啊，广嚟到暹罗啦，揾咗阿荣叔，叫阿荣叔就介绍份嘢佢做。阿荣叔当然佢响暹罗就捞咗咁耐啦，人面就梗系熟啦。咁就好乐意就帮忙同佢揾。咁啊，经过一两日之后呢，阿荣叔就嚟对阿广讲啦。喂，阿广啊，呢份嘢睇你做唔做啦？你我现在嗰个东庸啊，即系现在自己嘅老细啊，就要请一个火头将军。咁我见得你嚟呢处都冇咩做啦，我咪介绍就俾东庸咯。啊，东庸好嘢，好。既然间你嘅细侄啦，即管嚟呢处做先啦，啊，骑牛揾马，若果系揾到第份好嘅工咯，你又随时可以扯嘅。咁阿广咯，见得有份咁嘅工做都好欢喜咯，啊，咁佢就响可以响暹罗就长住啦。阿荣叔就话啦，而家你揾人工做啦。我又同埋间铺头做嘅，哈，咁咪几好呢，啊，大家就同埋一齐做工啦。阿广又真系非常之感激。咁于是荣叔就同阿广啊嘅感情呢，就等于叔侄一样噶咯。咁啊，同台食饭，亦都可以嗰度同床瞓觉啦。一张咁嘅木床，就两个人瞓就随便，好阔落。咁有一晚半夜，阿广啊，听见呼呼大风大雨，咁啊吵醒咗阿广啦。咁佢就望望阿荣叔。荣叔就瞓得好冧喎，阿广见得，哇，系乜啲雨就系越嚟越大咧？喂，唔得噶，别湿晒啲嘢噶嘛。于是佢就起身，就将我条窗门就闩翻佢啦。咁啊，翻上床瞓啦。无女。唔落雨咯喎，听见呜呜呜，一味就听见咁个声，啊，嘈死阿广啦！呢种声音越嚟就越大，咁啊嘈到嗰只耳仔啦，差不多都聋咗，咁你又叫到几大声咧？咁阿广就咩事咁嘈咧？喂！佢起身，嗱嗱声就走埋个窗门嗰处睇下，哦，窗口外边好似一只大雀，一只雀，嗰条尾好长嘅，不停扑扑声又扑埋嚟窗门处，又呜呜声。阿广呢就睇清楚下，原来就将条窗门打开啦。
打佢条窗门，哇！嗰只雀啪啪啪啪啪啪，直情就飞入房，一直呢就飞埋张床处噃。哎呀！阿广就吓到咧，当时就褪咗几步啦。咁啊，见到嗰只大雀飞咗上床之后呢，就好似打个关斗咁上下，无奈呢冇晒声音啦。咦呀，喂，阿荣叔瞓张床出嚟噶噃，呢只雀咁样飞就飞埋去，咦？阿荣叔咪好危险？佢嗱嗱声就走上床，荣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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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见唔见一只大雀扑埋你树啊？佢雀好大噶，咪听见阿荣叔在睡梦中咁应阿哥。你唔好立乱讲说话，快啲瞓啦，唔好大惊小怪。陈万克，边个叫你就系闩埋条窗门噶？咪讲完之后，阿荣叔拧转身呢？又是瞓翻着啦，咁我讲，见到荣叔唔醒嘅，即系讲几句就瞓翻啦，系咯，佢瞓啦，自己又瞓系啦。各位老友，你哋知道头先所听到嘅发生咩事冇呢？哦，原来系咁样嘅。阿荣叔佢初初就响中国呢，就过嚟南洋，一路初初就响马来亚各地呢，系捞啦，都唔系几掂啊。咁啊，后尾呢？他就去了暹罗，在暹罗住了没耐，他就什么呢？他就好奇心作怪了，因为他听见我说暹罗那些狂头术很厉害的，那他就好奇心俗话呢，佢就要跟一位暹罗狂头师呢，就学狂头术。点不知呢个狂头师啊，佢个全心就唔系几好，佢唔将狂头术完全呢就教晒俾荣叔，亦只系教得多少。咁啊，都唔算多少啦，都教好多嘅。不过就留翻多少就唔教咧，因为以前嘅人呢，有咁嘅心理噶噃，教晓徒弟就冇师傅噶噃。啲人系咁样传说啦，所以呢吓，就好多功夫都好，徒弟学嘅至到落三个骨度。咁呢个徒弟将来做师傅再教徒弟呢，咁就学得半嘅啫喎，唔系个逢系师傅眼留翻多少，呢啲系杀手锏啦、啊。
预备个徒弟反骨咯，都去制服佢咁讲啦。咁究竟系咪呢？就唔知啦。不过相传上都系咁样讲法，惊到教晓徒弟就冇师傅。咁呢个狂头师傅呢，就系揸住咁嘅宗旨啦，亦惊到教晓晒荣叔之后呢，荣叔咪巴闭佢自己咪弊，咁所以教认多少就唔教。荣叔佢知乜嘢呀，以为呢师傅已经将全部个功夫就教晒俾自己㗎啦。点不知这个师傅就因为咁全心不良，咁令到阿荣叔只能够呢是变成斯罗平，唔能够可以真真正正做一个狂头师。斯罗平都是会狂头术家，不过就唔系认真叻，等于即系仲还系徒弟咁上下。咁啊，凡系变咗斯罗平呢，嗰、那个人啊，日头好似平常人一样嘅，睇佢唔出嘅。但系到咗晚上瞓觉嗰阵时呢，啊，半夜过后啦，嚟到喎，佢就连头带肠。咁就飞出嚟啦，咁啊离开佢本人嘅躯壳，即系离开佢本人嘅身体啦。要死咗就话尸啊，而家未死啊，即系离开佢个躯壳，有咩说话啦？周围咁飞啦，咁啊见到有细路仔屙嘅屎，或者系死尸。原来斯罗平呢，佢就直情哇，所以就飞落去呢食啦，食细佬哥屎噃，同埋死尸噃，咁啊食到饱啦，咁啊将近天光咯，佢嗱嗱声就要飞翻埋去佢自己本人嗰个躯壳处，咁嗰啲就叫做斯罗平啦。咁啊，荣叔咧就只系能够做斯罗平，唔能够做一个狂头师，咁就变咗就累死佢啦。咁当阿广嚟签罗揾阿荣叔嗰阵时，啲荣叔都有对阿荣阿广就讲过噶啦，话阿广啊，嗱我讲你听啊。而家嚟钓啲树呢，就有份工做啦。啊，亦都唔需要就去另外租房住啦。我一个人，呢啲大把地方，我哋可以呢，大家就孖铺咯。不过咁话讲，我要交代你啊，你每晚瞓觉呢，第一，就唔准闩埋窗门瞓嘅，你一定要打开条窗门。第二，如果你系瞓唔着嘅呢，你千祈就唔好嘈醒我。你自己瞓唔着就你自己嘅事，你就咪过嚟叫我。第三，一瞓觉之后呢，一定要熄晒灯火，啲咁多光都唔得。啊，你记住呢三样嘢啦。咁阿广就以为呢啲阿荣叔嘅癖性啊，好谨慎，咁啊遵照阿荣叔嘅条件，就答应咗阿荣叔啦。咁因此佢两个人呢就相安无事啦。
咪打开窗门瞓系应该啊，空气流通啊嘛。自己瞓唔着就嘈住人又唔啱噶噃，而且又系啦，乌灯黑火瞓觉嚟就好瞓嘅，唔会有啲火嚟残伤眼啊嘛。呢三个条件就几乎系人都知噶啦。咁啊，两个都相安无事。啊，有一晚黑，大风大雨咯喎。哦，呢下唔得啦，横风横雨，猛我响个窗开始沙声咁就，啲雨咧就撇入嚟，唔闩窗，咪整湿晒啲嘢。咪讲。得嘅咁大风雨，山窗点得啊？咁于是佢就起身闩翻埋条窗门。哼，死啦！呢摆死啦！就因为闩埋条窗门咧，害到阿荣叔嘅斯罗平啊，唔能够咧飞咗翻嚟啦。咁所以。阿荣叔嘅斯罗平翻到嚟咧，哎呀，见一道窗门闩住咗，咁啊自己唔得去，所以佢就起势扑埋条窗窗，呜呜呜咁叫啦。好在又叫醒咗阿广噃，啊，点解窗口外边嗰只雀咁大只嘅咧，拖住条尾？其实那条不是尾来的，那些肠来的。那些肠是条条揈的嘛，那以为是尾咯。那就说哎奇怪了。啊好啦，反正都没雨了。于是他就打开那门窗门。那我雀就叭叭声就飞回去床那船。若果阿广唔系开窗门嘅，荣叔就老早就冇命啦。咁呢件事啊，阿荣叔咧就始终咧就冇对阿广讲出嚟，讲埋个事。咁啊，你哋明白啦。啊，嗰晚阿广闩窗门瞓，而听见窗外边呜呜声，喺度大雀，原来就系荣叔嘅斯罗平翻嚟。第二朝早天光啦，荣叔当然就对阿广大发脾气啦。咁啊，广呢，佢认为一定咧，就关乎自己寻晚黑好闩埋道窗门嘅事，佢又梗系对荣叔解释啦，个荣叔。嗱，咁耐你试下，我都未试过闩窗门瞓噶嘛。昨晚嗰场横风横雨，好厉害，啲雨不停咁就打入嚟，我就惊到咧，呢场咁嘅大风雨咧，就惊到阿荣叔你咧就会冷伤风。咁我唯有咧就系起身就闩埋条窗门啦。第一就免住啲风吹入嚟冷亲你，第二呢就唔使俾佢就撇湿晒啲地方啊嘛。阿荣叔，我唔系有意嘅，请你原谅我啦。若果唔系咁横风横雨，我都唔会闩窗门噶啦。咁阿荣叔呢吓，都知道阿广唔系有心咁做。好，我讲呢啲就我一时就发脾气啫吓，讲过就算数啦吓，你唔好就等良心，算数啦。咪两个人呢，仍然都系和好如初噃，冇事干啦。咁有一日。
有个豆皮仔呢，就嚟揾阿广噃。咁佢就对阿广话啦：，喂，阿广啊，你知唔知啊？知咩啊？你阿荣叔啊，佢有种肚痛症喎。佢呢种肚痛症呢，好奇怪嘅，时时都响半夜就发作噶。得到佢发作嗰阵时呢，痛到啊唔能够出声就叫人。但你睇到佢嘅，你见到佢全身呢好似抽筋一样，咁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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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嘅。如果你见到咁嘅情形呢，好易嘅咋，你马上将佢个人啊就拱一拱，将佢成个人呢就反转咗佢，等佢成个人扑紧张床要瞓，唔好俾佢戆，即系唔好俾佢打戆就瞓，要将佢反转佢，整佢扑住瞓，咁就冇事过噶啦。若果唔系呢吓，落去就系你阿荣叔会死噶。阿广佢就唔知道呢个豆皮仔呢系一种阴谋，佢仲闻响豆皮仔讲：哦，咁啊，譬如咁啊，真系多谢晒啦。即系我咁耐都未见过佢咁嘅事喎。得得，你讲我听之后呢，我就醒水㗎喇，我知道㗎喇。咪真係过咗好几日，有晚大约係半夜到呢，阿广呢佢同阿荣叔就同埋床瞓㗎嘛。啊，听见阿荣叔个肚呢隆隆声喎，好似搞肚痛咁隆隆声咁，咦？望下荣叔真系手脚乱撑乱撑噃，个口又唔能够出声，问佢佢又唔应，嗌佢荣叔荣叔，佢又唔睬。咦？阿广当阵时又唔敢再嘈佢啦，咁啊睇下情形点样啦。嗱，因为经过系十零分钟到啦，咦？阿广一时就想起个豆皮仔嗰番说话噃，啊，系啊，阿荣叔一定系肚痛症咧就发作啦。咦？唔救佢唔得噶咯噃，佢就嗱嗱声起身，将阿荣叔呢一拱拱到佢成个人就扑住面，就等于呢就趴住瞓一样。啊，咁就真係啦，佢一拱转阿荣叔趴住啫，咁就喐都唔喐下啦。佢心仲话：啊，真係好在豆皮仔讲我听咗噃，唔係荣叔就冇命㗎啦。唉，好啦，瞓系啦，咁都唔见阿荣叔有乜动静啦。阿广于是呢慢慢自己呢瞓翻着觉啦。哼，原来呢一晚啊，阿荣叔嗰个斯罗平呢又是飞咗出去，连头带重一齐飞出去㗎嘛。飞出去咩呢？原来佢飞出去就同个豆皮仔，个豆皮仔原来又系斯罗平嚟，啊，变咗两个斯罗平，就大家就决斗啦，打啦。咁阿荣叔就系个师傅累咗佢啦，教佢嘅嘢个功夫都未曾认一旧。咁你斯罗平，佢系头
同埋掕住啲腸噶嘛，飛出去周圍揾食噶嘛。嗱，阿榮叔嘅斯羅平呢，功夫就唔夠，就俾豆皮仔嘅斯羅平一啖一咬就咬住，哇！緊要咯，起就挫啦，挫咗成半點之內。好在呢係挫得咗，就走翻嚟。但係當阿榮叔嘅斯羅平戰敗翻嚟嗰陣時呢，就發現自己個身啊，咦，反轉咗噃，撲嗰處瞓噃，死啦！咁佢個飛頭呢，就冇只能夠就飛得翻落去嘅，因為撲轉咗嘛。又見得阿廣瞓咗好似死咗一樣，咁阿榮叔自己就推算一下，知道阿廣一定係俾人哋呢利用咗佢愚弄佢，到咁個地步簡直係冇藥可救㗎喇。咁佢個斯羅平呢一尾就對住自己個身喊喊喊到天光。咁啊，瞓咗张床，个身体咧开始就出血啦。咁明叔嗰个头啊，啪声咁就跌咗落地下，就死咗咯。就到阿广醒嚟嗰阵时，发觉明叔已经死咗，流到成床都系血噃。但见到榮叔个头咧就跌咗个地下上嚟，哇！呢把吓佢就认真惨咯，走落楼下就叫救命，救乜嘢啊？个头跌响个地下上嚟救乜嘢？我识阿广啊，始终就唔明白阿榮叔点解会咁样死法，唔明白系自己害咗佢嘅，佢唔知道。咁阿榮叔嘅死呢，就因为嗰个豆皮仔啊，佢手段高超，佢事前就揾到阿广，向阿广就讲一段咁嘅鬼话，表面上系好心，暗中原来就使出毒计，叫阿广就将阿榮叔嗰个身呢拱到佢扑咗船，令到榮叔嗰个斯罗平嗰个头啊翻嚟。唔能够呢插不落自己个身上，咁就死咗佢。原来斯罗平同斯罗平斗法呢，术法高强嗰方面呢，能够将对方个长肚呢咬住，好快飞返自己房里面，咁自己个头呢搭返个身上啦。咁就唔放敌人走，一直咁就咬住佢，就咬到天光。咁嗰个头唔能够飞翻去咯，那个身就会流血死噶啦。阿榮叔就唔知道个豆皮仔咧系用咁阴毒嘅手段嚟对付自己。豆皮仔害死咗榮叔啦，乐而忘形噃。晚晚咧就半夜咧。个头就飞出去啦，周围咁乱飞啦，啊有晚
佢个头飞咗入嗰啲大树林树，一下唔觉一撞就撞埋嗰只大嘅禽鹅，即系蜘蛛网嗰树啦。响树林嗰啲蜘蛛好大只噶喎，哈！一撞咗埋去咧，就俾个蜘蛛网咧黐住啦。我如果有阵时就围仔嗰个斯诺平咧起势想戳想戳，唔得，嗰啲蜘蛛网好犀利嘅，缠到实，唔得得啦，到天光啦，豆皮仔响屋企嗰个身咧，当然啦，个头唔能够飞得翻落去，到时咪流血死咯。咁佢呢个头咧，就俾嗰只大禽鹅咧就食一餐饱嘅。人哋飞来猛啦，佢就飞来头啦，俾个蜘蛛咁就食咗佢。喂，豆皮仔始终都系死啊！讲完斯罗平斗斯罗平，现在就讲最后一段，就是、马来亚嘅镜光头啦。呢段就讲马来亚嘅镜光头啦。老陈佢系一个客家人，咁佢就自细就嚟咗马来亚，在佢一个亲戚嗰间杂货铺头住就打工。咁啊，老陈呢学画就确系呢有套本领，系啊，我听闻讲话客人呢学画就最叻嘅，去到嗰时唔使几耐咧，佢就讲晒嗰时嘅话都得嘅。咁所以老陈呢吓，好快脆呢就学起讲马来话啦，同埋英语啦，广府话同埋福建话，当然系仲容易学添啦。咁佢就喺杂货铺头要做乜呢？做送货员。时时嗰啲顾客买咗杂货呢，好啦，到时呢佢就逐间逐间就送上门㗎啦。所以人人都系好鍾意呢系帮衬佢间铺头。老陈就对呢种工作呢系好满意，所以佢就好勤力，都唔使几年咋。佢除咗每个月头都有钱回翻去唐山，唔自己呢又凑埋多少，咁佢呢啲钱呢就叫做老婆本嚟，预备就系结婚嘅。有一日，佢就送货去一间马来人嘅屋企。咁呢个马来人呢，佢就系攞咗个华籍嘅少女就嚟养，佢自己就冇生养啦，就攞个女翻嚟养。咁呢个女就叫做安娜。咁安娜个老豆老母非常痛惜佢噃，虽然就唔系自己亲生，但佢都当系掌上明珠一样。咁有一日，老陈呢就是、送货嚟啦。咁啊，安娜就话叫佢就将啲杂货呢就帮佢就搬入厨房。等到佢，老陈好冇所谓噶，好就就得人添嘅，所以佢就好搬去边处佢都搬。咁佢入到厨房就梗系见到阿安娜啦。咁两人无意中一睇，咦？大家都好似呢，嘈声俾啲电打到一样噃。当时两个都好似傻咗阵间，咁啊安娜呢就收人答答咁笑一笑，就转身讲：你将啲嘢同我就等入间房仔住啦。咁
哇，老陈，听见阿安娜叫声沥沥，仲更加成个人咧，好似就迷迷懵咁样啦，快手快脚咧，就将啲货物就等入间房仔处。咁佢回头咧，啊佢又几醒噶噃，问阿安娜嘅名，安娜咧好欢喜，就将个名又讲紧听。老陈亦都将自己嘅名又讲听啦，原来阿老陈咧就叫阿发，咁阿发就变咗同阿安娜两个咧。就变咗做咗嫁婚啦，做朋友咯噃。之后阿发啊，在杂货铺头就上咗门之后呢，佢就一定就走嚟阿安娜屋企同阿安娜就倾偈。不过冇几耐，两个人就由初恋就移至热恋。咁阿安娜个父母呢，见到阿发都系一表人才，咁佢个心呢就好欢喜。佢以为阿安娜呢就终身有托啦，可以自己就了咗宗心事啦咁。咁安娜个父母点解咁欢喜呢？就安娜系养女嚟噶嘛，佢本来系华人。送俾佢养嘅，咁而家揾翻一个华人女婿，佢都认为好好。咁到年尾呢，阿发就接到唐山嘅屋企嘅来信，哦，原来就系催阿发就翻唐山结婚，搞到阿发个心呢就踌躇不决。掉低安娜咩？个心又不忍，二来亦都惊到唐山嗰件婚姻就不如意啊嘛。究竟唐山个老婆点个样都未见过嘅，因此阿发就咁样，翻一定要翻噶啦。佢都打算翻唐山一下。若果唐山个新娘系唔合意嘅呢，咁啊唯有就对父母讲明，话自己就响马来亚呢已经系有一个噶啦，咁啊想话向个父母讲明呢，就系同阿安娜就结婚，咁所以佢就揸定咗主意之后呢，佢都向安娜讲明呢位翻唐山嘅事。咁啊，安娜呢吓，佢又冇强硬反对，因为佢都知道阿发喺唐山嚟嘅，啊，系好应该翻唐山噶嘛。咁佢就在阿发上船嗰一日呢，安娜呢又玩咗几粒榴莲嚟送行啦。佢笑笑口就对阿发讲。呢啲生果呢係呢树嘅土产。我就係呢树嘅土生。我送啲榴莲俾你呢係有意思嘅。咁以后呢你一想起榴莲你就应该想起我喇、啊。希望你能够早日返嚟。你记住。一定半年后呢你一定要返嚟啲树。若果唔系呢，我惊到你唔能够再见到我。我实在非常爱你，我亦都唔想第二个女人呢系占有咗你。阿发当然应承啦，好好，我一定翻嚟。咪接咗佢几个榴莲啊！阿发翻到唐山。阿发都有本心，
佢又对个父母就讲起喺马来亚呢边有咗阿安娜嘅事，佢个老豆老母就绝对唔赞成啦。佢认为安娜呢系番婆，唐山人叫呢处啲土人就叫番婆噶嘛，所以佢就反对个仔。咁佢就反对呢，佢就好快脆呢就同阿法呢搵到个对象啦。咁呢个对象呢就叫做花小姐。哦，生得快好嘢，姓花，唔怪得咁靓啦，娇小玲珑，活泼可爱。阿法一见到佢啫，就生只猫入眼啦。咁啊，完全就唔记得咗安娜啦。咁啊，安娜喺呢边呢，即系望穿秋水咯。每个月头，佢都有封信就写俾阿法。阿法呢有回信，佢话自己呢翻咗嚟乡下呢，唉，都冇乜嘢做。咁所带翻嚟嘅钱咧，亦都使晒啦。咁啊，船费就成咗问题，所以咧就冇就翻过嚟南洋。哦，冇钱啫，冇所谓。咁啊，安娜接咗信之后咧，马上汇咗一千人翻过去。但信里边仲警告阿法。我同你讲明半年噶噃，你一定要翻嚟噃，你千祈唔好失信。若果唔系呢，你就悔恨太迟啦。阿伯呢，就以为，嘿，你咁吓吓到我咩？冇用嘅，吓唔到我嘅。阿法始终就唔理。咦，唔好咁搞啊，大佬。半年后咋，阿法个肚呢渐渐就胀起上嚟啦。唔够半个月啦，阿法个肚就大到好似个大肚婆一样。啊，发鼓胀喎，呢件嘢好似。咪中西名医，呢个求神拜佛求过，都系冇收，束手无策。哦，呢阵时啊，系啦，佢想起阿安娜封信里面所讲半年之约呢句说话，哈、啊、死啦，中咗阿安娜嘅狂头术啦！嗰陣時發謀咯喎，就寫信就求阿安娜呢就寬恕佢，係設法子救佢，得唔得呢？唔得，已經係遲咗啦。唔夠二十日，阿法就一命呜呼，就死咗。咁樣死法，医生一定要咩呢？汤土嚟验佢㗎嘛。认为呢种怪病啊，点解男人个肚大到好似大肚婆咁嘅呢？所以一定要将我发条丝呢去解剖。咦、嗯、哼，奇怪啦。汤喺阿发个肚里面呢，发面里面有几个大镜喺入面喎。哼，个镜呢唔系细㗎。拳头咁大嘅，周围啲人讲话呢啲就系马来嘅巫婆最拿手嘅叫镜狂头术。嗯，到你唔信，阿法竟然间咁就死咗。各位朋友，听过咗呢三段嘅狂头故事呢？我哋唔好理佢系咪事实，系咪？
我哋应该知道一啲可以呢系防御降头嘅方法，咁啊比较就安定好多。等我就将一啲防御嘅方法咧讲俾各位听啊。咁啊未必一定系准，不过都可以防备多少。第一，鸿运当头嘅人，狂头术呢系唔能够就侵害，就损害佢嘅，自己要自己就够运啦。第二呢，生肖大嘅人就唔容易被侵犯，除非佢所谓命运该绝就。我讲咩叫做生肖大呢？十二生肖中大嘅呢，属牛啦，属虎啦，属龙啦，属马啦，呢啲都属于叫大。咁啊，属呢几种生肖嘅人呢，佢中降头嘅事呢就好少数，可以避免得。咁第三，时时就佩戴乌狗鞭嘅人，即黑狗鞭。第四，大佛同埋道教嘅符都可以防御狂头术。第五，中狂头术嘅人马上呢就带佢翻台山，因为过咗呢个所谓七星羊呢，就可以驱除呢种狂头术。第六，有人敬茶或者是点心俾你食，你睇佢好似有啲热气升上嚟咁样，在你接嗰只杯或者接嗰碟点心嗰阵时咧，你发觉得个杯底或者碟底好冻嘅咧，呢啲就有狂头术响树啦，就千祈唔好食啦。咁啊，第七，入门嘅时候咧，你最紧要个门口树咧，抌三下脚。第八，在敬茶嗰阵时，茶杯里面一睇冇自己个倒影里面呢，呢啲茶里面呢一定有狂头术，就唔好入口。因为一照照自己有个样算呢就唔怕啦。照个杯茶树睇唔到有样嗰啲就唔好饮。第九，中咗狂头术就快啲就带佢去产房，即係书房。想住顶佢坐都好，坐半日。点解？因为邪术呢系受嗰种污秽嘅血一冲，乜嘢邪术都败嘅。第十，如果系回教徒，可以长念可兰经；佛教徒可以念心经；道教徒可以念道德经。咁第十三，心里边怀疑狂头术，向自己是整都整怪的呢，你口中就快啲念，你有降头我有尾，降我唔到就降返俾你。咪以上所讲呢十三种方法呢，係咪我想出嚟㗎？唔係，係从一本狂头术嘅研究係得嚟嘅。咁讲咩怪听，你哋呢揸住呢十三点嘅嘢呢是小心啲，或者可以避免啦。古仔已经讲完啦，我知道一定有人问，你话有冇呢种事嘅存在呢？我好肯定答你哋，宁可信其有，就不可就信其无啦。